高中会考的成绩在了日前出炉，今年嘉义高中的学生表现非常优秀，总成绩达到有诶人数就44人，占全校的13.75%，大幅超越去年的比例。还是按照我们传统都比去年还要表现得更好。我们今年有2个5A8+的孩子之外，我们整个5A的人数呢比去年还要增加。那我们家中一直以来就是注重学生的学历表现之外呢，我们也提供学生多元的发展。那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给孩子很正向的学习，他们在学科的表现因为有多元的经验的拓展呢，学科表现是一年比一年的好。其中有一位学生在二年的时候罹患重大疾病，但并没因此放弃课业，一边治疗一边把握时间认真学习，在这次的会考也拿到很好的成绩，让同学和师长非常的钦佩。我会写那个题本，那一整套的那种题本，然后会写学校发的作业，就是能够练习的就练习，然后就是复习讲义的每一个单元我都有读过这样，然后就是我知道，就是知道那个观念比较重要，而不是写一堆题目。健康比较重要，但是就尽量能够多，就是能考到越好越好。但是就是也要早睡早起，就是照顾身体这样。嘉义高中师长拍拼办学用心，会当鼓励着认真准备考试的学生，在会考的时阵考出好的成绩，校方嘛鼓励大家继续精进自我。咱台视幕僚三嘉义采访报道。